观众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清谈国学歌风雅的主持人陈佳。今天我们来到江西省，给大家讲一讲为生民立命之宋明理学，朱熹与陆九渊。宋代理学的兴盛离不开文化发展的激荡与累积，也缺少不了当时重文的社会风气。先有唐代儒释道三家互融，后又出现阐明生命与德性关系的义理之学，而宋代书院的繁荣也推动了穷究人生与宇宙的道德哲学的发展。这里就是位于上饶盐山县，自古以来就被称为江西四大书院之一的鹅湖书院。这里原本是鹅湖寺的故地，曾举行过历史上有名的鹅湖之会，而这一场载入史册的心性之变的主人公便是朱熹和陆九渊。在宋代理学的发展过程中，以南宋初年朱熹与陆九渊的学说分歧最大。朱熹所代表的学派称为程朱理学，陆九渊的学说又称为心学，以体认本心良知为修德的最先下手功夫。南宋淳熙二年1175年六月，与朱熹、张氏并称为东南三贤的吕祖谦，为调和理学、心学两派的分歧，邀请陆九龄、陆九渊兄弟前来鹅湖寺与朱熹会面。朱熹与陆氏兄弟就为学之道展开了激烈的辩论，对尊德性和道问学的先后各持己见。朱熹强调格物致知，主张泛观博览为先，而后总结归纳，得出结论。陆九渊则主张体认本心为要，强调心即理。这场辩论吸引了临近郡县官吏、学者及学生等百人前来参会，双方激辩三天，依然各执己见，学说无法折中归一。这就是著名的鹅湖之会，是继朱张会讲之后中国儒学史上影响深远的盛事。其后书院建四贤祠，以纪念朱熹、吕祖谦和陆氏兄弟。情如绪，为
遥远桃花水来，情如许，为遥远桃花水来，这里是位于九江市的白鹿洞书院，享有海内书院第一之誉。书院始建于南唐生元四年，即公元940年，称为庐山国学，又称白鹿国学。其后曾因战乱被毁。淳熙六年（1179年），朱熹出任支南康军时，重建书院，一年完成。1881年春，也就是鹅湖之会的六年后，陆九渊来白鹿洞书院探访朱熹，二人乘舟游山玩水时，朱熹乘兴说：“自有宇宙以来，已有此西山，还有此家客否？”陆九渊在朱熹的盛邀之下登白鹿洞书院讲席，讲《论语》中的“君子喻于义，小人喻于利”一章，以日常生活为例说义利之辩。他讲到，经常有一些人以为自己做得很好，但起心动念无非是为利。就以读书为例，目的是考科举，考科举无非要做官，做官又想着升官，从头到脚，从内到外，处处为利，自以为君子，实为逐利小人而不自知。这一说法深重学者潜藏于内心的私意。在场学生和客人当下有醒，热泪盈眶，朱熹也听得十分感动，
请陆九渊写下演讲内容，刻在石碑上，这就是著名的白鹿洞书院讲义。一年，朱熹与陆九渊共同讲学，并奏请赐额及御书，书院名声大振。朱熹在南康任职的两年内，是白鹿洞书院历史上最鼎盛的时期。他所制定的白鹿洞书院学规，影响了书院千年的办学方针，奠定了白鹿洞书院往后700年的学术地位。这种办学模式甚至传至日本、韩国及东南亚一带，白鹿洞书院也因此享誉海外。明末清初三大师之一的黄宗羲曾评价朱熹和陆九渊说，二先生同直纲常，同服明教，同宗孔孟，即使意见终于不合，亦不过仁者见仁，智者见智。鹅湖之会上，朱陆激烈辩论，最终不欢而散，但同时也能充分尊重对方。之后，朱熹仍邀陆九渊前来讲学，并无嫌隙。朱陆始终有一番君子之间彼此珍惜的情怀。回首数百年前两位理学大师和而不同的往事，其学养与修为所呈现的光辉，在今天依然发人深省。
把泪水轻轻拭去，期待再相遇。就算相见无期，在某个夜里你会想起我，我也会想起你，默契永存你我心底，情缘系千里，且行且珍惜。窗外竟无非是几远清楚，匆匆来匆匆去，且行且珍惜。